这是要起飞啊，红油都浸透了这个饼，凭脸皮要到了一根葱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坦特妞，今天特意起个大早去吃早餐，结果现在快9点钟了，今天的早饭能不能吃得上还是个问号，现在就跑起来。这生意真的太好了，一饼一蛋，一饼两蛋，两饼一蛋，帮我来个两饼两蛋。两饼两蛋的不脆，两饼一蛋的脆。那就两饼一蛋吧，这么原始吗？今天的早饭有点简单，一个面筋汤，再加一个老味塌螺母。这个汤闻起来一股那个香油的味道，好多好多面筋啊，但是我没发现鳝鱼啊。个人觉得比胡辣汤好喝。再来尝一下我的大螺母，里面有大量的葱花，还加了一个蛋，撑死一哈。啊，真香啊！酥到家了。好酥好酥，那样吃太费嘴了。唯一的就是有点干吧，酥到掉渣，看没，一直在往里面掉渣渣。哎，我突然发现后面还有一捆葱，我想搞个葱卷在我的另一块饼里面。老板，这葱白能给我一点吗？因为很喜欢吃大葱。愿意吃，您就别。愿意吃，谢谢谢谢。凭脸皮要到了一根葱。我正好，我这手多准呐、啊！真好吃，加了这个葱之后，感觉更鲜了。快喝完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加点醋，那加多了。整体来说，他们家的那个老味萝卜特别特别酥，一个人吃加一碗面筋汤正好。今天早饭消费10块钱，好了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散会。